他告诉我呢要参加区里的独唱比赛，我心里呢当时就想，也没经过专门的训练，然后就没把它当回事儿。可是呢，第二天他回来以后还是向我要报名费，然后讲是音乐老师帮他垫上了，拿了二等奖。那个时候我就心想，哦，他唱歌还是不错的，他还是很喜欢唱歌。他小时候呢，是我们单位同事呢，就是一起去唱卡拉 OK，当时我带着他一起去的。当时公司有位老总，正在唱那个《血染的风采》，最后的高音部分呢，正唱着吃力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过去，一把将麦克风从人家手里夺过来，然后直接就唱了上去。我呢，就赶紧上前去阻止。当时老总跟同事们呢都拦着我，都说让他唱让他唱，觉得他太可爱了。我首先想说，就儿子，妈妈知道你是很喜欢唱歌，也很喜欢表演，然后这个行业你是非常喜欢的。有工作上的压力呢，从来也不会告诉妈妈。但是呢，我知道你从来不服输，一直在不断的努力。你在跳舞的时候呢，经常会磨破、磕青自己；拍电影、打戏的时候呢，你也要亲自去打。从剧组里回来的时候，胳膊还是青的，还在背着我在喷药。妈妈还是很心疼你，也理解你一直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努力。妈妈希望你在努力的同时呢，尽量别伤着自己。在你实现梦想的同时，一直是快乐的和开心的，加油，成为更好的你。